家里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，孩子的贪婪程度你根本不能想象。又是妈妈刚收拾完的东西，要不了一会儿便被孩子弄得乱七八糟。很多父母都说自己的孩子像得了多动症一样，每天精力旺盛，感觉永远停不下来。可是孩子真的是得了多动症吗？当然不是。其实很多父母都不知道什么是多动症。有的妈妈有这样的疑问，我的宝宝每次吃奶的时候总是手舞足蹈的，吃完奶放床上或者推车里，手脚一直动不停，每天精神相当旺盛，就像通天的马达。宝宝这样的行为是多动症的表现吗？也有的妈妈会有这样的担忧，我家的孩子感觉永远静不下来，每天一睁眼就会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，一会儿玩这个，不一会就扔掉，又去玩另外的玩具。每次带他出去逛超市，他也是东摸摸西摸摸，根本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安安静静的跟在妈妈身边。孩子会不会有多动症的倾向？其实孩子的这些行为都很正常，每个孩子都有一颗探索新鲜事物的心。我们不能够把孩子的贪玩或小成孩子的多动症。虽然孩子很好动，但是不能这样单纯的判断孩子患有多动症。朋友家有个小孩，今年三岁多了，刚上幼儿园。他家孩子就是相当顽皮的孩子，上幼儿园不到一个星期，老师便发现孩子太好动，每次老师叫孩子们做什么时总是不认真，注意力不集中，和小朋友玩玩具也玩不了一会儿，且情绪一激动。刚开始老师以为孩子只是刚上幼儿园不适应，就将孩子的情况告诉给朋友。朋友说孩子在家里也是一样的情况，老师便叫朋友带孩子上检查，没想到医生说孩子患了儿童多动症。朋友也是一脸茫然，虽然多动症在孩子身上发生的几率很小，据国内外调查该症患病率只有 3%、10%， 但是多动症的孩子和顽皮的孩子行为上有本质的区别，那就是患多动症的孩子虽然和正常孩子一样，但是他们注意力不能集中，就算是让他干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坚持不了多久，一般不会超过10分钟。如果孩子有这种现象，就要当心患了多动症，父母要引起重视，及时到检查，早发现早。很多孩子发现患有多动症都是在上小学以后，因为进入小学以后学校的纪律更严格，孩子症状才表现得更明显。如果这个时候再就会错过最佳时期。你们家的孩子顽皮吗？你给孩子贴过多动症的标签吗？关于孩子成长的知识和经验，我会每天更新。如果你想的知识问我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